好，我是无忧。炒面。炒面。汤面。汤面。汤面。给你讲，给你讲。嗯。加班。加班。对，舅舅。今天是讲咪。哦，讲咪。咪是。哦。讲咪就是面。咪就是面。崩就是饭。崩。好，你先吃。你每次跟你讲话啊，你就是你都不会动，对不对？哦，香。哇，今天迈入三级世界的第三周，然后今天11个人死亡，校正有比较少，89。校正变少了，因为。我在想他是不是怕，怕一直被念，校正少报一点，明他就每天分开报。哇，高汤换成水的话，味道会比较不一样。这样加多一点就好了。嗯。因为我今天辣椒油炒的比较久一点，这很可怕哦！这辣椒是炒久一点就这么辣，还好我准备炒。你知道我手上，你一直说我咖啡，我真先不要。在几乎全台湾都有了。之前说花莲可能还没有，对不对？现在花莲好像也有几例的。哦，那个啦，这是花莲，是那个澎湖。好、哦，澎湖也有。嗯，从台北回来的月嫂。我们在大家吼、哦、看新闻都看到变专家，就是非常的关心这个新闻事件。可是我觉得政府其实报这个数字，其实我觉得也不准，它只是大概而已。而且说真的，它今天要少报，它今天要少报，你也不知道。你说跟内地一样。对啊。没有，因为它其实很多很多消息吼，消息层面吼，不一定是那么及时。再来就是，还有就是这个消息的公布跟人心。跟经济、跟产业也有关系。其实我觉得全部都有关系。所以它不是只是一个知道多少就报多少，那这样的话它其实根本不需要出来报。它其实主要是让它要去考量很多很多的因素，要稳定局势才是重点。所以我觉得不容易啊。至少今天下雨了，好不好？嗯。至少气象准了。装水啊，可以不要再吹水。嗯，应该是不会的，我觉得最近接下来都是这种午后雷阵雨，好大雨。现在都是很容易下雨。嗯，梅雨季节。是梅雨季节。嗯，梅雨季节就时刻开始一直下雨。对对对，我怕他会以为是没有雨的季节。就自己炒得太辣。素面。哦，像我住在这个家。下雨声就听得清楚哦。那如果就这样的话，其实就下雨声听得不清楚。对。除非大到一直打到那个冷气机。冷气。它是冷气的那个屋顶会先有声音。
妈，你吃饱了？住这个楼层，下雨的时候都会巡逻，看那个雨啊，会不会打进来？窗户要关。这个游戏间的窗户关了。有，妈妈有关。我没关。啊？会喷进来吗？太大的时候。会啊，我在中间的时候，我就被喷到过。是哦，好好好，我去关。开小一点就好。不然玩具会湿，对不对？会容易喷进来，对，它没有挡。屋檐是尖尖的，没有没有，屋檐是那种斜斜斜的，对。尖尖那个应该算屋顶。我今天看美国的朋友，然后他在那个忘记他在哪里了，然后他就拍水，那个拍很大很大的泳池，插口，然后度假那种。他说美国的疫情结束了，这假的？对啊，结束了，他很开心的在玩水。美国疫情结束了，台湾疫情才正要开始。因为他开始，美国疫情已经开始可以上那个上片了，可以去电影院看了。哦，是哦，对啊，电影院已经可以上片，然后哦，因为他们其实美国人几乎。很高的比例几乎都打完疫苗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希望我台湾也可以赶快。真的，大家敢真的可以的话，大家敢去打疫苗，可以恢复像。因为大家不也，大家也想打疫苗。啊，我知道很缺很缺，就先这样吧。这不是想不想的问题，这是有没有的问题。没办法。所以大家们尽量在家，等疫情结束再。毕竟15万剂很难消化完。没有啊，美国就是有美国的华侨说，他们3天就可以打完。15万剂。15万剂。你还要啊？好棒哦！超级厉害，真的。好了，就分享到这边。哦，我流汗，我就喝咖啡。